Thank you.
lately, feeling the cost of all the love and make transcend the ego. Look, we got it all. No stress when we breathe in.也许你猜不透，未知的宿命。
好玩吗？这个角色的人吃好。到喉头不容我片刻的踌躇，是这种味儿，不是伤口已进入到喉头不容我片刻的踌躇，不是这个。进入到喉头不容我片刻的踌躇，伤口已进入到喉头不容我片刻的踌躇。哎，如果你觉得你听不见，你把高调起高嘛。伤口已进入到喉头不容我片刻的踌躇，不就来了吗？这情绪。第二个就是你在喝的时候，自己今天小左情绪很棒，你的情绪反而变荡下来。比如说，上马路。这里我都跟你说了，叫喊耗子，喊耗子，不是说耗子，是喊耗子，上马浪子这个味儿。然后到了高潮部分是，回想七尺风雪中归去，是这种感觉，不是回想七尺风雪中归去。你现在紧张吗？啊？紧张吗？有一点紧张。问你紧不紧张？你现在紧张？你紧不紧张？有一点。你们，他说他非常自信，没有，他说他非常自信。你们下，你们第一个节目是什么呀？跳舞呀。帅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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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帅
嘴怎么这么细啊？你们第一次登上家族舞台，你们紧张吗？第一次上舞台紧张吗？少爷，你觉得紧张吗？感觉怎么样呢？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特别的棒，虽然是后眼睛的。你觉得紧张吗？你觉得就是你们唱这首歌的话，你给自己打分的话，打几分呢？你打分打多少分？你刚唱五分。啊，我认真点。
Hello， 你在这里干嘛？我躲起来，待会儿我要上场。你是在这后场吗？哎，对，我们这个是拼接的，在中间也有一段音乐，在最后面的时候就那个，我们几个就按动作上场。感觉怎么样吗？挺好的，有点小兴奋。为什么感觉你脸上的笑容有些许勉强？可能是有点冷。你跳一段，跳。脚是散的，对吧？ So everybody， 脚太散了，太近了，没看到，是散的，很没力，很没有让在看，因为这个尾台很大很大啊，你们放力的话你压不住，根本压不长这个舞台，你们在上面看着软绵绵的，包括女团舞那个表情，男团舞的表情，要表情没表情，动作散的要命，没有任何的力度。帅点嘛，那么帅，个个都长得那么帅。表情，表情，小陈、小张、张不仁、张东宇，表情女团舞，我给你们扣那些细节，发力的点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嘛。就像我刚才跟你们说的，舞台上面表现力和你们的情绪感染力是最重要的。表现力，就像刚才，小左一样，小左和那个俊明唱歌的时候一样，渴望舞台。渴望展现自己，把这想法融入进你们的舞蹈里面，不要呆板一个脸，眼神直一点点，有力量感一点点。好说，就是第一次参加就是新年音乐会，感觉怎么样？很激动。心情怎么样呢？心情非常的愉悦。刚才在舞蹈的时候，我感觉刚刚还是有一点点的紧张，然后导致我的动作有点熟。后面感觉表现怎么样呢？后面感觉我觉得应该还行。就满分十分的话，你打几分？满分十分的话，打个5分吧。就说明进步空间还很大，还是要加强。不要冷，你松住了，你不要拧上，你全身不利。对，松住，不疼了。哎，那不是。下次才没关系，你自己记得这一次，记得就好了。好，桂圆是觉得自己发挥失常了吗？就觉得今天就是没有平常练习的时候跳到你。没事，以后还有机会，加油。
我开始唱你的微笑，天外的微笑。